在想你的时候就想对你说，不怕你觉得我怎么甩都甩不走。在想你的时候可否刚好打给我，我听得像联络，还有好多话没说。打电话给我，打电话给我，今天晚上打电话给我。其实阿达也算是我们健身界的大前辈。重训这个事情在台湾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，是有多少人是在荧幕前面，就是看着阿达一起跟着动吃动，跟着老师动吃动。那个时候超多就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，像《距离》，然后《跑来情人》。前阵子还有一张专辑《最终二代》。哦，对对对，上一张个人专辑里面有一首我超爱的。飞行少年，哎呦，真的，你那个歌词就是非常的感觉正能量，正能量，然后旋律也是非常的清晰，那个也是会让人想一直听下去。那个也是描写的，就是如果你就是出外打工要离开家的，今天已经来到是我们这个健身的领域，就但是对我而言，他是异次元，因为我想说，有什么项目是健人跟歌手都应该要好？食欲吧，关于吃吗？食欲，我想到的是肺活量。哎，对对，我们应该健身跟唱歌气都要很足才对。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跟阿达来挑战一下这个肺活量。肺活量很重要，大家不知道，其实歌唱呢就跟这个肺活量有很大关系，尤其是他们在练跑步的时候，快歌要慢跑，慢歌要练快。今天这两个挑战项目啊，一个叫做吹蜡烛，我准备一整排蜡烛，都是看出谁能一口气。吹灭最多根，然后我们还有第二个项目就是吹气球，一口气看谁可以把气球吹得最大的。因为其实肺活量这个东西就是一次性的进气、出气是的那个量。我准备不要代表歌手这个领域，我怕出去被歌手们打。Rapper 会打我打得更凶，好像是这样，会打得更惨。当个飞行哨，飞行哨真的会被飞走。好，下一个挑战开始。我们第一个挑战吹蜡烛呢，就由我们阿达先上，看一下一口气可以吹灭几只。这里面几只？55只。最近比较没有在看综艺节目啊，通常不用准备那么多啦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大概在这里就收工。哦，是这样。这里已经算不错。我也是第一次玩蜡烛这种东西，所以我对蜡烛不是很了解。是吗？对。玩蜡烛啊，所以我怎样？我是只能一口气，然后从这边这样吹。对。就是一口气，看你要用什么角度看，可以吹。原本以为是侧面的，但其实是正面的舌头嘛。对对对，中心是舌头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是不是假的？不需要准备那么多蜡烛。真的假的？不要笑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吹蜡烛这个事情有这么困难。接下来就换盖伊喽。第二个挑战者来了。Good dog, die dog, fuck. 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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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伊你吸了几只？22。哇！他好猛哦！再一次，阿达说他要再一次。这怎么是来洗脸的一个节目呢？不可能啊！现在呢，是我们阿达的上诉时间。歌手要搬回城。我不代表歌手这个领域，我代表我个人。人如果说没有那个能力，至少你要坚持，再吃几根。四根，始终如一耶，始终如一耶，跟你在创作这条路上面一样。对，其实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好，看来第一回合是健人胜利。好棒！好，我们刚刚第一个挑战
项目呢，就由我拿下胜利22根，对上始终如一的阿达4根。但是我觉得刚才项目不是很准确，很准确啊，没有很准确，因为我怎么测都是4根。不，他跟我们用到的发力肌群可能不太一样，他不太能代表就是肺活量这件事。我准备了第二个挑战项目，他比较能代表一次性的进出气量。哎呦，吹气球，我们之间要比这个的是一口气看能够吹多大。对，看我们两个人谁的比较大颗。好铁，好铁，吹了，吹了，吹了。我先深呼吸，可能1到2次，第三口气再吹。哦，我们一起来。第三口来了。哇，吹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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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口气吹爆。嗯。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像还是失败了。不行，你肺活量太小。这个就送你。你这上面写上该一的肺活量，然后给他加油。这个很好笑。对，你那个气球是什么？有什么活动？没有，这是纯粹该一的肺活量。全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子羞辱我？没有，这是一个，我觉得歌手应该真的是需要，真的是需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哦，那你要不要带阿达来训练一下肺活量的训练？对，增强。既然来都来，那我今天呢来带阿达做一个很简单，就是大家平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一个肺活量的训练。哦，我们只要1分钟就好，然后两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做30秒。阿达刚说太好了，没有，应该不到这一分钟。好的，这边带阿达跟大家做两个在家就可以做非常简单的心肺的有氧训练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先趴着，就这样，手大概比肩膀宽一点点就好，然后做一个脚往前跑步，这个动作叫登山跑，就这样。哦，看起来很简单哦。那你要搭配呼吸，就鼻子吸气，然后嘴巴吐气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做30秒之后。会换站起来做一个高抬腿冲刺。哦，看起来也很简单。膝盖到你的髋底下，就一样做一个冲刺，然后吸吐吸吐这样子。可以，30秒一个换，30秒换一个。哇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时间一拉长，就会非常的想要往找一个沙发坐下来。真的假的？这沙发吗？好，沙发马会接，会接，好。好，阿达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登山跑准备计时开始。好，这边换，对，换脚，换脚，搭配呼吸，然后越来越快。好，这时候就很适合来一首比较激昂一点的歌。好，起，按赞，双击，分享。感觉不同方向，然后按赞，双击分享，这么操作，六，好，换动作，换动作，哦耶，抬高点，腿抬高，吸吸吐吐，40秒，好的，下，喂，好嘞，撑10秒。
定要听一下，里面有很多首超嗨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杰伦盖伊，阿达666，下次见，拜拜。真的好，就想象要站起来的，站起来。轻松啊，哇！这个六，哎，我翻一个这个烧香啊，哎，没关系，还好，新专辑已经出了。